大陆市公所连续三冬举办市长杯青少棒邀请赛，今年公所也总共邀请到18个县市，总共20支的棒球队伍来参赛。公所表示，市长杯为110年开始来举办，都受到全台真济棒球迷好的欢迎。你今年参赛队伍也达到60队，期待透过比赛举办，可在地棒球队会当有搁较济比赛经验。到了市公所，今年已经是第三冬来举办市场杯的青少棒比赛。今年参加的队伍也比以往更加多，来自全台总共有60队来参加，还是人数达到1000人，会当恭喜惠宁棒球的甲子园。我相信这一次是西贡棒球的甲子园全国的精英都集结在斗六市来比赛这一场市长杯的运动赛事几乎将近有1000多名的选手来这边参赛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运动的赛事，让所有爱好棒球的所有的青少年都可以跟全国最精英的选手大家一起比赛较劲可以一起交流透过大陆市公所每当扣大举办的市场杯比赛，也希望未来会当成为全台上大的棒球赛事，除了选手会当透过比赛来做交流，也希望会当将大陆市打造成为一个运动城市。那我们期待由市长杯来缔造一个全国的一个经典赛那落在云林县那由市公所跟我们市民代表会来共同来主办。那我们期许我们斗六市继续成为我们全国首次一举的一个运动城市。我们是为了我们下一代的孩子能够打造我们运动城市，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健康康的活动在这个我们的城市里面。第一摆市场杯比赛，到市也总共有3个队伍参加，包括顶西国小2队以及顶南国小1队。无论是学生或者是学校的校长，也拢表示非常感谢公所用心来推动棒球运动，让囡仔会当有更加侪的比赛经验。就是办这个比赛，能让我们跟外县市的球队一起切磋。我们软式是2连霸，希望这次也能达成3连霸。就有这样的一个比赛，让珍惜国小也好，或是所有喜欢棒球的孩子都能够跟全国喜爱打棒球的这些精英队都能够有交手的机会。在这个比赛过程之中，除了让孩子能够增加比赛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的斗六被人家看见。透过每当大陆市市场杯青少棒比赛举办，除了全国介意拍棒球的学生有更加侪的交流机会，同时来促进在地的观光发展，未来也期待赛事会当继续来扩大举办。记者江义昌报道。